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免疫治疗方案及治疗意义。一、手术加免疫治疗。手术加免疫治疗可快速恢复手术造成的免疫损伤，提高免疫功能，特异性清除手术后微小残留病灶，防止复发和转移。第二，放疗加免疫治疗可增强放化疗的敏感性，减少放化疗的不副作用，抵抗化疗药物的免疫抑制作用，促进机体免疫机能的重建。第三种治疗方案，单纯的免疫治疗，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，活化后产生大量炎性细胞，可遗留、杀瘤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，促进 T 细胞增殖活化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。